插旗菜业是湖南省华容县较大的蔬菜再加工企业，为多家知名企业代加工酸菜制品，也为一些方便面企业代加工老坛酸菜包。腌制好的酸菜就在一个土坑里，工人正在把腌制好的酸菜取出装袋。这菜是谁收啊？插旗。插旗是那个插旗菜业吗？对呀。记者看到工人们有的穿着拖鞋，有的光着脚踩在酸菜上，有的甚至一边抽烟一边干活，抽完的烟头直接扔到酸菜上。